本人马江涛现宣读今年三月信贸节 PK 目标如下：一、新客户数，挑战目标四个，冲刺目标六个；二、总业绩，挑战目标6万美金，冲刺目标7万美金；三、客户开发数，挑战目标6个，冲刺目标8个；四、实力优品数，挑战目标20个，冲刺目标22个。如果能在新报节期间完成新客户数和总业绩的挑战目标，则各奖励人民币500。如果能完成客户开发数和实力优品的挑战目标，则各奖励带薪休假1天。如果能完成新客户数和总业绩的冲刺目标，则各奖励人民币1000现金。如果能完成客户开发数和实力优品数的冲刺目标，则各奖励带薪休假2天。宣誓人马江涛，2022年2月26日。本人王小米现宣读2022年3月新报节 PK 目标：一、新客户数，挑战目标3个，冲刺目标5个；总业绩，挑战目标3万美金，冲刺目标4万美金；老客户开发新品成交订单，挑战目标2个，冲刺目标3个；实力优品数，挑战目标17个。挑战目标，实力优品挑战目标70个到70个，冲刺目标到90个，优质视频挑战目标发布12个，冲刺目标发布15个，优质内容挑战目标发布到30个，冲刺目标到35个，人均访问时长挑战目标到50秒，冲刺目标到60秒，循环挑战目标90个。110个奖励，冲刺目标完成循环和实力优品，每完成一个奖励带薪休假2天。优质视频、优质内容，人均访问时长每完成一个奖励现金200。挑战目标，每完成循环和实力优品，每完成一个奖励带薪休假3天。优质视频、优质内容，人均访问时长每完成一个奖励现金300。宣誓人首名，时间2022年2月26日。